我大概是二年级那时候，小男生真的啊，就是耳边风王，你知道，反正就是真的太欠揍。然后有一次就是真的拿那个鞋把，哦，鞋把子，对对对，打他的。打小腿啊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屁股屁股肉多嘛？对对对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也不是多重啊，就是让他感觉到痛这样。哎，就感觉到有在要打他就对了。对，那时候他小嘛，妹妹才那种一两岁，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次女儿不收玩具，我儿子就跑去拿鞋把要打，收玩具哦，不然妈妈就会生气哦，你这种我想说嗨、啊，有样学样，对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说真的不要体罚，真的我们柔性劝导就好。